哪边的？没有，都刚路灯亮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科比又来了啊！科比传教士，现在是科比又来了，科比又来了，真的。今天要坐公益车就是这一台，嗯，有没有看见 ？Toyota 的，不是 Toyota 哦，三 A， 三 A 哦，哎，我终于没有三 A 的，对，这是要感谢一位何大哥，就把这台车捐出来当公益车，他还是捐的，对，他还是捐的。可是他有一个动作，他说要捐到那个，他有一个指定那个动物的，他有指定的，对，他有指定账户。可是他唯一的缺点是这个，这个，哦，颜色不一样。对，其他的都是原版件，要不要看一下引擎？啊，收车的过程，看 VCR。老实讲，我有点久，有点忘记了，已经忘记了，对不对？他试车试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哦，试车这个车还可以啦。你别走。他在你别动，我在你别动。起码是今年的最后一天，今年最后一天就开这个车，没有办法从头到尾，最少要接把尾巴结束掉。那个头没有头也要有尾嘛。我来去动，靠背。哦对吧？哦，别来去干你站了。今天又有一位大哥，他把那车捐出来当公益。是，这是摩钢哦。哦，牛头牌，神 A， 神 A 哦。嗯，几年的？然后另一张，2003年吧。零三，心里有点虚，不敢讲。啊，他是让我讲，他说要，他有指定一个，就是流浪的，不是流浪汉，是流浪狗。他有指定账户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有指定账户，反正都一样嘛，我们也是要捐，对。对啊。可是这台车什么时候要卖，不知道。会出现的，哦，会出现而已啊，看哪一个点。他那个狗会不会？不会啊，会等我们的。哦。为什么现在大家心地都这么？好人很多，好不好？是我们把他人性挖出来而已，有些是险恶的，我们还是会遇到。险恶，对，泰山我就不晓得他是险恶还是想捐也不给我捐，你知道？险恶一下啊，你可以捐别人的东西啊，我可以捐什么？看你有什么东西啊。这个时间点很尴尬，因为哈、要抢这个时候过，其实大家都会积到最后一天一两天过户，你今天过户就过户手续费没了。明天过户多就要缴税，都要缴税。啊，对啊，一台都10万，10台都10万，啊，100台都100多万。1月1号过户就是要缴整年度的啊，有啊，对吧？有些同学没关系啊，本来就要缴了、啊，是没错了。不是、啊，对你来讲，你缴10000多，对我们来讲可能要缴100多万，我们当然在留着，像小制造红包红包。高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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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去过户，对啊。要验灯，现在在验灯光。对啊，啊，闪黄灯就是验那个双黄灯啊，就不用都打左边右边啊。啊，它很简单嘛，它固定验什么？验手刹车、前轮、后轮都要验一下刹车，啊，验排气、验灯，啊，引擎号码、车身号码，好，就看轮胎啊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就可以出来了。还要测那个定位，过那个铁片如果太多就不行。啊，那 LED 光型在哪边验？店里站可以验，各大验车场不代表全部都可以验哦，要买那个机器才可以。台北市应该没几间可以验的，店里站都可以啦。应该是这样的，灯光这边他拿一个机器对上去，就是你的光型要合格，不能闪光啊是怎样？太过严重了、啊、就被打枪了。再来盖章，盖合格就可以了，可以开走了。可以开走了。哎、欸，验好了耶， yeah, 这个公益车就出现了。哦，谢谢。好了，再次感谢何大哥热心公益，要把车捐出来。他大哥有说了，这车要关到那个流浪之家的，而且是你的账户了。到时候何大哥会提供一个账户给我，赞好，谢谢何大哥。你不觉得捐出公益车的那个气色都很好？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你气色还不错，倒不错。现在不能论了，那被公干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开车回去了，走。泰山紧牢哎，像你们阿比那，你们就是一波哎。正题啦，正题啦，这个啦，公益车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注意听，这好像别扭坏掉，轰轰的声音，有没有？注意一下，我再开快一点。你说那个轰轰轰？哎，呜、哦！这跟归你啊，2003年的阿提斯三 A 嘛，三 A 也坏了啊，坏了可以开啊。这台跟三个台比起来的话，以里程数来讲，有没有？这台17万。上一台是7万多的，你看这就有差了嘛，使用越多就是真的要明显。这个行不行？哇，怎样的？
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是通病，好像说 artist 里面都有一个那个共鸣的声音。这底下有什么声音？好像有，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一点点。可是让它顶起来看呢、啊，搞不好几滴牙签嘛。还有使用痕迹啦，比如说像这个稍微一点点脱皮啊，不用特别的去介绍这一台，只要你有不会加油的波用，哦，那就长命百岁啊、哦，可以这样讲的。你看皮顶不坏，它还是可以开啊。是这个声音吗？对啊，够明显的吧？富基山庄耍电，我当无闲，我当看袂着。富基山山庄是啥？反正你又唔知啊吼。我唔知啊。当初无买着，无菜。没有啊，我去带你去看夜景。你有没有马子可以带？只好带下人去看看。这个系列就跟小师之前讲的、啊，这个放弃人生系列，这个没有什么。哦，你说跟 VS 一样？对，差不多可以这样讲的啦。它没有什么操控性可言的、啊，就是真的纯粹，这个就比较适合在台北都会区里面啊，走走停停，第一省油。好金车，好外碍于外观第一没有很优嘛，你也不用担心被撞。这个答案，真的像学步车啊，刚考到驾照这碰碰撞撞这就比较不会痛了、啊。不会，别人会痛，别人会痛啊。啊，你有摩托哦？有啊，我靠，两家嘞。你怎么会知道你是不是来过？来过啦。不是来过、啊，哎、欸，你摸我，哎、欸，摸等下歪去，我去山上，我没有进去里面。咦吼，车子坏了，总是要进去里面，出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高啊，我的光，哎、欸，外面了，很高啊，你看。夜光不好，天气非常糟。今天天气比较不好了，不然可以看到100哎、欸。什么味道？给你眼镜的味啊，被压。山不在高啊，这大尖山呢、啊？吃完了。对啊，吃完了，我还跑了个山呢。这个跑山比较轻松，重一点可能就比较不好跑了。缺点就是它真的是过弯怎么不能太快了、啊，太激烈。对啊，真的是拿来操控的。开这个真的可以省到钱哦，可以赚到钱。为什么赚到钱？因为你不用太过于照顾这一台车。其实老实讲，加个油啊，一些定期保养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坏掉的东西又不对，又不会很贵、啊。假设没有钱，这个门先一掀，不用板了，直接换一个。可是拿回来有可能是黄色的。应该它该有的都有了，一讲啊什么啊，再来就是这个触碰没有很灵敏嘛。啊，这个我就不修了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有拍过这一片，你自己修啊。哦、啊 ，DIY 一下嘛，自己 DIY 一下。啊，你就会回来吗？弄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会了。哦，这样不错哎、欸。自己动手乐趣多啊！你看我加装胎压，看我胎压，这是胎压，原厂型的，是吧？这胎压，如果有异常，它就会闪烁或会叫啊，这个会变黄色。那知道哪一个胎啊？哎，不知道，它是盲塞式的，原厂出来都盲塞的，你不用笑许工艺了，一共多几条？所以你还是要自己一颗一颗看。正常来讲，你有数字，你叫了，你还是要去，你不可能检查一颗，你四颗都要检查。四颗都要检查。只是说你比较知道说是左前或者是。哇，前面或是后面好了，不要说左，反正有都知道。主力吐冷康了。有啊，我等看看是不是你。哦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真的不是我。好了，没关系的。如果是我，你也不会承认。不是，我真的不会直接戳那个。好啊，没有你戳这样会更难过，死了就死了嘛。可是那个要死不活的，这样最刚啊。好，我下次知道。我们要试高速公路吗？好啊，一段而已，一小段而已。一小段而已。好，我试一下好了。高速公路就比较明显了，你注意听。就是，这个声音真的很明显。对吧？这个就是我常讲的，速度越快越大声，就是别离。啊，如果是轮胎的话，一起就有声音了。这照过来比摩托车再高一点而已。哦，回来了。这怠速马达可能要清一下，要不然换掉，因为它每次空档有没有，它都比较高，它没有掉下来。1800了，这样子有个坏处就是你踩刹车入档它会痛，对，瞬间要对，因为七八股啊，它会怎么就会比较大力，因为正常啊一千你比较平顺，因为比较高档好像都对会这样痛，对啊，这样是不是也会比较耗油？对，会，你平常就好像在吹油门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到时候交的时候这边呢、啊、再抹一抹好了，帮它抛个光，比如拉啪啪呀、啊，是用用诶，就出水诶。这一次是头塔里面是最好的一次，之前就是多谢而已，对，车内出现了喜欢的就要买要快的啦，多少钱真的是还是以小事为主啦，如果他是用零元就零元，100块就100块啊，是怎样以他为主。ご覧の番組は小 C 自動車
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哇，使用这么久就是正常，就是这样。灰尘，你看，爱马龙的引擎，放了一阵子一发还是动。喇叭有改过，八八。够什么？我找一下，找一下看没有漏油。漏油应该会了，这边呢？哇，淡淡，我看到。这应该是用摇臂盖垫片吧？加了滑冰片啊，就是直接缅甸这些垫片会留下来。哎，看到这就等于。啊，龙家，这样就直接这里，因为小花倾斜它都留后面，大家切开看嘛。OK， 切开啊。哦。油底壳湿湿的，这应该拢是缅甸老卵的。这吗？这是油还是水？这油啊。这嘛油。你要滴落来哇？哦，看。哇。就是拢摇臂盖那边老卵。啊，无换你看。啊，这嘛。反正我觉得油底壳没有漏哎，是从上面留下来的。嗯。还流蛮大的，到时候这个要换啊，对吧？这样绕引擎吗？这个应该不用了，这是摇臂盖而已啊。这很简单啊，如果你得标者啊，你标到啊，这个我再帮你处理啊。假设修理30000，啊你得标50000，我把80000都捐出去，这样好不好？还是你不想修？哦，你看我中了，你中，真的是有。对啊，有啊哈啊。可是哦，再呼吁一下啊，假设这边修理要30000，你要自己抓，当然是标越高越好啦，可是你要能力范围内哦，不要说哦标了80000，回去又修了20000，变11万啊。我也希望你可以等一点钱。这次都是油，都上面下来的，没有破。你看一下，还好，传动组那个都没破。哇，避震也还好。哦，左右防尘罩膜暖啊，看一下有没有间隙嘛？间隙然后内间，间隙我没有，它不会这样。靠靠靠，不能买票啊！没有，看一下后面的避震器。嚯，你看它没有东西可以坏。这种扭力梁啊，它是哪个避震器啊？你看没有漏油啊？大，你若漏油像安尼哇，伊会敢那像我做死呢，有水啊，还是这拢会流落来，拢无啊，也是干的。完全套轮了，赞的哈。啊，轮子嘞？轮子看起来是蛮深的啦。好，1817，所以17年的18周，哎，它还不错，四碟的。哦，前面是1641，1641周，1652，外表难免的啊，都有刮痕啊，一点点。你这边有一点点。哦，加马乌，那前光看清楚哎，啊，是刮痕啊，啊，到时候如果没有烤漆，就是点个漆这样。啊，这基本的啊，到时候交车一样，我们做个美容啊，其他应该还要就可以上架了。内装呢？没看到。你要跑多少吗？17万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看还不错哎、欸。它只有一点这个啦，方向盘这边破损了、啊。现在我操。比较简单的讲，比直接拖啊拖啊，简单的可以省电的，还上你高级手机架一支。啊，你可以练哦。神应该就练了啦，练，就是这个啦。我觉得它怠速可能要稍微用一下，怠速真的比较高。而且，对吧？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汽油味很重？一直在吹油门啊。哎、欸，它有自动的头灯哎、欸。好，别办。有气囊哎，不错了。车速看一下会不会降。ABS 定位中，请稍后。买车送你不一定会准的测速器。哈，人做功夫的，你看人这个偷啊，那个小狗多可爱啊。喂，阿伯马乌呢？这是龙猫啊。看起来不太像龙猫的龙猫。有天窗哎，而且有天窗，啊、天窗是好的、啊，我、哦、可以动哦，目前看起来是没动。哦，好的，哦，高级这高温龙还是，别外，那窗还算干净了，整理一下就好了，漆不漏油就可以开了。但是整理起来，你要整理越，不要说越多钱了，稍微整理一下，你可以开越久。就这样，喜欢的啊就可以下标啊，下标，对，喜欢的就可以下标啊啊，那个自己斟酌一下，因为它毕竟它比较有年纪了啦，如果真的维修什么之类的哈、哦，你可以来现场看。那、啊、评估一下，这样，啊，你衡量一下，你不要标20万，你到时候修30000。这车得标20万？那不会啦，我是希望大概大家爱心就好了啦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标到那么高嘛。我觉得30000块也可以啊，对啊，50000块我觉得很 OK 啦。你标20万，我也是捐出去，我也没赚到钱。但是爱心是无限的嘛，你要标100万，我也是不会讲什么。对对对，啊，我是捧100万去捐而已，我觉得我蛮有面子，只能这样讲而已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喜欢的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开可以做越多。多的公益车给大家，嗯，好，记得神 A 喜欢的就可以去下标了。哎、欸，那好繁华哎，好酷，进来好繗滑哎，173608，它点火还蛮顺的，还可以啊，托塔车都这样啊，里面没有机油它还是可以发动啊，雄厚型的，对，用万能，好了，检查完毕。这嘛有，绣花块乌鸦有没有？嗯，对啊，如果这个要换的话，要换连杆。它连杆很贵吗？应该不会，这种托塔的车应该都很便宜。
真的很便宜啦，生意真的很便宜啊。好，假设你较近去台北店有无？嗯，不要霸价，是啊，对吧？不要霸价哪台？啊，我看一看，就是这个啦。哦，你光这？对啊，啊，这个应该杀得到。不晓得，应该可以啦。如果还有一个解决方法，嗯，我做大概你就看不啊。哦，好，我帮你解决了。啊，还是还是像这台那样，可能只鲨鱼甲看不到啊。可能只鲨鱼，鲨鱼甲看不到，对吧？